接下来把浓缩液储罐里面的物料输送到纯陈罐，按照一定的比例设定所需要的溶剂如乙醇，通过流量计注入纯陈罐，然后开启搅拌，等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，设定时间进行纯陈，沉淀好后开启滴阀，排渣后关掉滴阀，开启左侧阀门，上清液通过板矿过滤器输送到上清液储罐，然后通过真空系统把上清液储罐里的液